于正版《神雕侠侣》中小龙女一角确定由陈妍希出演后，在网民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于正前后两次在微博中爆出陈妍希的试妆照，在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围攻后，于妈发表微博说道：“吵吵吵吵个鬼，不就是想看个定妆照吗？定妆是没有，但光试妆就够秒杀你们的了，哇哈哈哈！”同一天，芙蓉姐姐转发此微博并毛遂自荐称：“我只想说三个字，让我演。”芙蓉姐姐这话一说出口，马上得到了网民们的普遍认可和支持。其中有网友回复道：“她演我不看，姐姐演一定看，三个字支持你。”小编忍不住想说一句：“芙蓉姐姐，你这是要火的节奏呀！”由酷娱乐播报，麦兜兜整理报道。